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哎，零一应该可以选吧？刚才我三步做了一首诗，我操！峰哥，你今天吃饭那么快吗？峰对于哥，现状的无峰奈，哥，我想听一下这首诗。峰哥，我忘了说呀，出来刚了。才即兴的，忘了，我操！即兴作说明诗，还是个诗人啊，峰哥。即兴作诗，这就是五六六的问题了呀！你这忘记了，五六你这不拿个本子旁边记着？这他妈的，现啊，在的我氛围知道你啊，刚才现在的氛围让我三步就做出了一首诗。我他妈，把把躺赢，把把没关系，把把几万人。哎，最近也不行，每把都躺赢，局势全靠蹭，然后天天赢啊，也不行也不行。有曹植七步成诗，今有峰哥三步成诗，等于2.5个曹植。